欢迎各位，但是为什么总统堂会拿一个碗呢？谁来解释一下？而且是人手一个哈、啊，有什么说法？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惊喜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拿的不仅仅是一个碗，我们的碗里面都写了一个字。对，然后每个人碗里的字呢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可以先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数一、二、三，揭晓。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我们第二张专辑《音图万里》，然后我们在碗里面有个字，然后呢是我们马上在12月24号要上线的一首新歌，《风吹沙尘塔》。对，然后马上就会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歌名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